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鱼天堂频道。红猪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噬魂4的华丽对决啊，来自 AP Senda 对2 P Restar 的对决。AP 选择是酒精啊，这位肺结核患者对2 P 的纳克鲁鲁，没错啊，我一般管他叫黑寡妇啊，这个着装非常的黑寡妇啊。他选的是罗刹了，那罗刹的他就是不带狼的了，哎呦，放狼掩护一下。好，露露塞慢了，骑狼之后的露露是非常厉害的，你简直是防不胜防。哦呦，一位中刀，你看没有，这速度多么快，这还没骑狼呢。注意看那个画面右侧啊，那个有一个骷髅架啊，啊不，做一个先知，机会来了，救救精。好，要稳住。画面中央有一个少女被这个魔法阵啊禁锢在空中，那个少女其实就是风间苍月的妹妹，风间活跃啊，不是风间活跃，风间夜月，扣扣。露露现在已经满切，双方的攻防转换相当的快，一刀我一刀啊，刚刚这个攻防转换相当相快啊，相当过瘾，相当相当牛。好吧，我现在只会两个字，好，相当。酒精拿下了相当华丽的一局，来看看赛点局吧。起狼之后，哦，六六 C 嘛，他的这个用剑戳的话是有一个三段攻击判定啊。哦，冲位小丽家嘛，五四斩之后对方已经掉了半血，小丽家两人都是满切。冲位，哦，酒精中刀，漂亮，这个反杀五斩带走纳克鲁鲁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喜欢视频朋友点赞关注留言转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朋友们，拜拜。